今天我们要去 Prada 的一个插花的活动，那今天呢我还记错了日期，我以为是明天。 Prada 有派司机来接我们，大概1:50就出发。有现在晚点个东西吃。嗨，天气这么好的一个午后，跟大家在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就是一起进行花艺创作呢，就是大家不用太有压力。Here comes the moon. Hey.